Go。一粒种子睡在泥土里，它醒过来，觉得很暖和，就把身子挺一挺。它有一点儿渴，喝了一口水。觉得很舒服，又把身子挺一挺，春风轻轻地吹着，种子问蚯蚓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外面是什么声音？”春天告诉种子。春天来了，外面是春风的声音，春风在叫，我们到外面去。